嘿，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咬一口甜甜的呀，小铃铛，打个招呼。嘿，小伙伴，大家好，我是小铃铛。好嘞，欢迎收看我们的迷你世界。接下来玩的这张地图是一张趣味对战地图，叫做《警察抓小偷感谢小伙伴的收看。》。咱们队伍已经分配完成了，我是警察，然后我带了四个小伙伴，他们都是警察皮肤，你们的话就饰演小偷吧。对呀，稀奇古怪的装扮的小偷。好了，那个游戏规则我先读一遍。就是咱们这几个，咱们5名警察需要阻止小偷偷星星。在地图当中总共有7个星星，但是我们警察不能吃星星，因为有那个星星守卫，他是会攻击咱们警察的，不会攻击小偷。所以咱们最终的任务就是击杀小偷，不对，阻止小偷捡星星以外，还要击杀他们35次。我们警察才胜利，明白了吧？明白就点头，点头。点头点头。好，各就各位，预备备，开始。开始。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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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们警察行动起来，行动起来！快快快快快快快！点，小偷，走啦，冲啦，冲！冲，没找着门，快快走呀！不要挤开门那里，哎呦喂！咱们总部这里有一颗星星，要守住它。快快快快快快，动起来，动起来，动起来！咱们这警，你们警探，哥哥，我要捡到第一颗星星呢！菜园，我看一下，应该那个，我看一下旅馆这边，分开那个，咱们几名警探分开在大楼找，看是哪里有星星，然后守护他们。对啊，我们要去大楼找了，快过来，快过来，你们一上来起了来吗？掩护我们。你们上来了吗？哎，我天呐，你看到哪个警察？你们上来了吗？哪里哪里，你捡吧，你捡吧，你是小偷就可以捡，警察就不要捡。你们上来了吗？没有吗？没看到你们呀？我们是一楼一楼的走的。非，不是，你不要报行不行？不是这个樱花星城，你是他们派来的卧底吧？他是我们队的吧？守住星星啊！你们动起来呀、啊！动起来呀、啊！他是爱我的，对，他是爱我的。快快快快快快！这一层有这个方奇峰，你守在这里啊！我去下面啊！哥哥，我已经找到2颗星星了。你在哪里？你下来吧，哥哥。你我这么快你就找到2颗星星了？哇！我们小伙伴又找到了一颗星星。对不对？我的天哪！警察不是警，3颗呢！我这些队员全在偷懒啊！他们全在顶楼没动啊！哥哥，我看到你了！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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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呦，后面还有一个警察！哎呦，还有个小偷！哎，站住，别跑呀！这个小牛鱼，哇，不是小牛鱼，快手信函，他们冲上来了！守住，守住，守住，赶紧守住！哎呦，我死了。我怎么死的？他们冲上来了！哥哥，我来了！哥哥，哥哥，哥哥，我来救你！哥哥，菜园。哥哎，哥，这个是警察，方奇峰守住，守住，守住，咱们两个守住这里。星星呀，不要！不是你们队员不聚集在一起吗？小牛鱼，差点摔死我，刚刚就被摔死了。漂亮！小铃铛，开枪！开枪！漂亮！吓得我都摔死了。他们在那里，他们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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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警察过来集合，过来集合，过来集合，咱们守住这一层。守住这一层，死守这一层，咱们就可以获得胜利了。咱们好奸诈呀！咱们这里应该有3颗星星。我们捡到了几颗星星？我们捡到了3颗星星，好像。我的天哪！快上，快上，快上，快上！喂，他们不在这一层，应该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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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小铃铛！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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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哈哈哈！漂亮，干得漂亮！看到没有？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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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开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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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不带你这样刀，我也继续探险。不能继续探险，只能点重生啊！
好吧，点出之后还要从原地跑过来，十二次，十二次，十二次，快快快快快，这个搞定他，瞄准他，瞄准他，瞄准他，漂亮，双杀，双杀吧，哇，这里还有个警察，掏钱，咱们三个就死守这一层，完了，哥哥多少分了？十四分，你们想捡星星啊？不存在的，告诉你们。上来了，我们要不要去别的地方看一下能不能捡？哇，这个好像只有这个。这个北婷，你是不是傻哟？快，这个跳起来，躲避，躲，漂亮！哎呀，完了，这局我们可能要跪了。小铃铛，打不着我，那小铃铛，嘿，这个，快手韩毅，快打他。韩熙哥哥，哦，韩熙，你就是不认识这个字儿。二十分了，还差十五分，咱们就获得胜利了！快，加油！哇，他上去了！走！上面的守住啊！小铃铛！哎，哥哥，你们就不能对女孩子稍微温柔一点吗？哇，你又继续探险，不带你这样的。导演，快跑！你走开！不是，你又继续探险，你个小婊子，漂亮！快，这个小恐龙，干掉他！还差五分，加油！只要我们五个死守这一层，你们想冲进来没门？我这玩意谁呀、啊？没有，他穿了一个衣服，我没认出来他是谁。我看一下，有人上来吗？我上来了，哥哥，我上来了。哎，谁被我打到一枪？韩毅不是韩熙，呸！老师跟你念都念错了。小心点，他们会朝上开枪的，小心点。我血量已经不充足了。哎，拜托你能不能不挤在那个水坑里面？哥哥，我给你个东西。什么东西啊？哥哥。什么东西啊？你先不打我好吗？我给你个东西。小心点，就守住这个楼梯口，他们冲不上来的。哥哥，你先别打我啊，咱们两个约。打他！哇，你又继续探险。什么东西啊？这是什么回复饥饿度？哇，这个好东西，可以加血的吗？打他！我从哪里捡来的？哇，你是我派在对面的卧底吧？对啊，我是你的救兵呀！快，警员们！追着打，要胜利！过来加血！你们保速度回满了吗？小铃铛激活他，nice， 漂亮。哥哥，为什么旁边有一个我？我真的是卧底吗？你没在旁边啊，好嘞，那亲爱的小伙伴们，咱们这期的视频就暂时先到这里了吧。感谢小伙伴们收看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。